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很多女孩子，反差感，我觉得我们俩都蛮契合的。我对他这个态度十分认可，就是我本人的态度。Hello， 爱奇艺爱聊专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小甜甜希薇。用一个词来形容李薇，你觉得她是你演过的角色里的什么天花板？李薇是我演过角色里面的热闹天花板。你觉得《青青日常》和你目前为止演过的古装剧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很多女孩子。这次和白敬亭合作，对她的初印象和现印象有什么不同？你们两个谁和角色的反差更大？印象的话没有什么不同，就初印象和现印象。然后我们俩反差感，我觉得我们俩都蛮契合的。你有看到很多网友说会把青青日常剧名看成鸡鸡日常吗？可以用你的方式一句话让网友记住这个剧名吗？青青日常就是鸡鸡日常，鸡鸡鸡鸡喳喳的日常，其实很贴切。这个剧道里有一幕是李薇对尹真说，你真像我娘，你觉得尹真算妈系男友吗？算。剧里的美食元素很多，你们在拍摄吃道具戏份时有发生过什么趣事吗？就是吃着吃着，因为人太多不够吃了，吃那个糖醋小排。你本人会做饭吗？如果让你复刻做一道剧里的菜，最有可能成功的会是哪一道？番茄炒鸡蛋，我做番茄炒鸡蛋真的很好吃。你对李薇只要吃得好把脑都赶跑的生活态度怎么看？你在现实生活中会用美食来释放压力吗？我对她这个态度十分认可，就是我本人的态度。然后平常会用吃来缓解一下压力。你觉得甜妹这个标签会影响你选择剧本吗？标签确实会影响到我，但是如果真的去试戏或者实操真的是接触的话，就其实不会影响到我，因为角色是什么样子我就是什么样子。你最想挑战的角色类型是什么？很心机很腹黑的人。2022年也快要结束了，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计划一定要在今年完成但还没去做的？去海边，还有露营，好多事情都没有做。最后请用三个词来安利一下青青日常吧。好看，坚持，很好看。尹真和李薇醒来发现互换了灵魂，两个人说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？应该是一个语气词。田曦薇本人会想生活在剧里九川中的哪一川？纪川。谁是剧组里笑点最低的人？导演。假如流落荒岛，你会选择和环城子、李薇、连曼儿里的谁一起去？那应该是曼儿吧，只要有曼儿在就不会让我饿死。你必备的过冬三件套是什么？袜子、护手霜、加湿器。你最近最常发的表情包是什么？就是干饭那个表情包。离我生活很远的人，他们都很真诚的，就是拜托生活可以好好对我，就我真的很感谢吧，因为就怀揣着这种善意对一个陌生人，本来就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，我很喜欢。